带我去小孩进不去的地方吧。不虎，大巫，你才几岁？不太好吧？小孩进不去的地方。接下来去哪里好呢？小孩进不去的地方哦，其实我不太知道哎，因为我平常都会去，我平常不去那种地方啊，大雾。同生我真的不太知道，两者观众应该也知道，我平常不会去那种小孩进不去的地方啊。啊，大雾这下可考倒我了啊！哎，两者怎么办啊？我不知道要大雾去哪里哎，我平常去的地方，小孩子都可以去啊，这样不太好吧？酒吧，表演酒吧。电话交友俱乐部，这些东西平常我好像都会去，抱歉，我不该说谎的。或者是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有可以观赏女子格斗的地方，糟糕，怎么我常去啊？可以拜托您将就一下去小吃店吗？啊，好，太好了，去小吃店就好了。好有钱哦，大物。粉红大街，啊，好快啊，来了！这个该不会是妈妈伞酒吧吧？哦，不是，本店有点不方哦，只是个唱歌的地方，有点不方便让小孩进来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平常来的就差不多这种地方哦，来我们家唱唱歌 ，OK 的。小吃店店长。哇，要耍屌了，小屁孩！你知道我老爸叫什么名字吗？弹刀组组长哎！就算哇，好猛哦，小吃店店长，就算是总理大臣的儿子，我还是不会让小孩进来我店里的。哇，够敬业！不是啊。弹刀组组长大于总理大臣，哇！又有一个靠霸主，嘴一下就进来了。老爸真好用，我都没有这种老爸，觉得难过。不好意思，不会待太久，随便上个汽水加乌龙茶就行了。几岁就要叫女人，不会去找你的小学女生、小学同学哦，还要找女人，早熟的小孩，没有这种服务，真的蛮无聊的。不太好吧？可以换一个吗？浓妆的女人，让我来教小弟弟大人聊天的乐趣吧！快逃啊，大雾！哇，大雾，这是个成熟的屁孩，愿意接受了他。好，快逃啊，大雾！这里很危险，有妖魔鬼怪，小心被吃掉，大雾。小学几年级？我猜是四年级，我乱讲的。敢没有讲几年级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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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这首是哪一首？像个男人一样还是什么？忘记了，靠背。噔噔噔噔噔！哦 ，nice 大雾，赞！聊一次，帮大雾刷破66666。大雾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。和我同龄的应该是阿姨的小孩吧？哇，狂！好狂哦，大雾！看大雾才几岁就这么狂，长大还得了？天哪！要面对这种丑八怪老太婆，要喝这种像垃圾一样的东西，你们真会欺骗小孩啊！哇，天哪，我没看过这么狂的！哎，个大雾，给大神一点面子好不好？啊，大神走了，大神难过了，走了。但我认识的弹头大雾，并不会轻易把伤害女人的话挂在嘴边。对啊，你这样不对啊，大雾，夸张。绝对不能当在女生面前说她丑，白目的小孩。
言之有理。孤单的大雾都没有朋友，原来大雾是边缘人。都是想要我的钱，或是想讨老爸欢心的家伙。嗯。大雾心里苦，但大雾说了。好啦，我觉得是因为大雾太边缘了，才养出他这种扭曲的个性呢、啊。所以关怀社会族群，关怀边缘人，你我有功，谢谢大家。欸、不错啊，现在就有4164个观众在关怀边缘人，感谢你们，为此非常非常的开心。如果没有你们，我这个边缘人真的会很难过，就会变成像大雾一样。谢谢你们，让我不会变成大雾。嗯，非常感谢你。すみません，对不起。哇，橘子姐够大声，橘子姐16个月，感谢。话说橘子姐最近好常出现哦，前阵子橘子姐好像都没有出现，你是不是在忙工作啊？橘子姐最近过得如何啊？希望你过得好，橘子姐，感谢订阅。干嘛、啊？干，我觉得伊丽丝刚那个拍马屁的年轻人，这个游戏的剧情、支线任务的剧情我都大概懂，绝对是拍马屁的年轻人。干，不是。是蒙面男子乘以3，里面其中有一个绝对是刚刚那个拍马屁的年轻人了，把他带去冠军街吧。哇，被带走了大雾。他说带去哪里啊？冠军街哦，冠军街我就在这里吧。那我们去冠军街找找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大雾，等一下。我知道你现在非常的危险，但是我有个毛病啊，就是我的区域一旦有钱可以回收，我绝对是优先回收啊。大雾，等我一下啊，我回收5分钟内回来，希望你撑得住啊，大雾。等我5分钟，我就回来了，大雾。走起，收个钱先。拍摄用大物，真的是收钱比较重要。等我一下。美洲豹。お前に任せた。我决定直接青色王 all in 了。哇，还是不够。阿拉伯唱片，米瑞克，不要，米瑞克太扯了，绝对不用米瑞克啊。米瑞克不知道在贵山小朋友。胸280就加那么多嘞。认可。嗯，爱你哟。忙着抓神奇宝贝 ，OK。宝贝。感谢橘子姐，让我们看正妹十美。感谢抖内橘子姐，希望你能多收到一点卡比送。我觉得你抖内这个十美，你应该今天有机会可以抓遇到卡比送。感谢感谢。好，我直接用米瑞克冲一波。好，我没钱了。看我是不是几分钟前说我不要用米瑞克，我还是用了。
我收完钱后，接下来我要干嘛了？先拿一包卫生纸，谢谢你。然后再去这里吧。啊，拍谁？啊，买个房子哦，先买个房子先呢，需要买个房子，把钱花完再去找大物哦。大物应该还撑得住啦，大家不要紧张。大物是个真男人，真汉子，被干个几下，我相信他承受得住，应该不会那么快就被带走。嗨，抱歉一下没空。那哪里可以买啊？哎，这里就已经不是赌博王的区域了，看一下。哎，这里不是嘞，这里就不是了。那这个嘞，这个应该有、哦，有了。新蒙马特这家店的三温暖不错，按摩的评价也很好，2亿6240万。好，得到了新蒙马特。还有吗？干，有人在追我哎！不行，我被追杀了，我要快逃。哎，我们先去找个大屋吧。坐到坐车。上车，粉红大街路口抵达。抵达了粉红大街路口，海森，大雾我来了，撑住大雾，很快，童声马上到你身边。卡呢？哦，找到了！哇，加秒流花，流花赞啊、哦！太好了，目前我最喜欢的就是流花了，捡到流花的卡片赚。哎，啊！不明的力量把我吸进去了。趁现在大雾不在，打个电话好了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好啦，不要让大雾等太久，我们选个中型城就好了。大雾再等我一下哦。打个电话，真的就去找你。さて行くか。かかってこい。さあ。撤。もしもし。もしもし。そうだな。他的气质好像很温柔。我有点久没来了，都退步了。好。優しそうだな。好像很温柔呢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どんな体型してるの？哪一型？壮壮的。がっちりだな。男らしいんですね。很有男子气概哦。落ち着いて考え。你的身材怎么样？どんな体型をしているんだ？スタイルですか？運動が好きなので。体は引き締まってる方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。なんかしないでください。あれ？私何言ってるんだろう。もう変なの聞かないでくださいよ。そうだな。他给人的感觉，感觉很健康。精准的命中了。話しやすいな。そんなことないですよ。什么样的运动？棒棒球，好啦，棒球啦，不是棒棒球啦。好。
か熱くなってきちゃいました。野球かな。行ってみたいんです、ね。喜欢玩那种猜拳的那种棒球。そうだな。就猜拳决定谁先打哦。こんなの初めて。你教养很好呢。教养好还来跟我们打电话。育ちが良さそうだな。なんか嬉しいです。どうなんだ。何と心情か。どんな顔をしているんだ。顔ですか。顔小さいねって言ってもらえることはあります。髪は少々なんだけど、男の人って長い方が好きな人多いですよね。哎、欸，这个是利久吗？哎、欸，利久我已经废我两次了，这是绝对不能再废我、啊。そうだな、欸。你很多人追吧？等，我、哦、这个一直在那边扭动哎，哦，中了。モテるだろ。全然モテないですよ。其实我电话交友不强啊，偶尔来玩玩而已啦。真的不强哦、啊，因为毕竟不缠懒，就是普通货色。你小女朋友怎么叫你呢？叫我的昵称。sexy。あだ名あだ名。小森森。そうだな。もう待てない。跟你聊天真开心。啊、那个三星，好哇哇哦干。くそ。靠背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拍谁拍谁？哇！干了两个连在一起。你对劈腿有什么想法 ？F I N K 房客10984，请赶紧感谢订阅。无法接受，漂亮。考えられないな。本当ですか？没关系，再盯一下就回来了。试着夸他一下好了，想要再多聊聊。もっと話したいな。一分。30秒左右又约到了一个妹，又约到了一个妹子。どうする？あ、聞こうか。今から。要不要出来见个面？问号。今からですか？嗯。私も会いたいです。ナイス。无话可拒。でも、すっごい楽しみです。霸气。无法接受啦，不是无法抗拒啊！子云乱讲话。神圣的那扇门打开。利久吗？哇，又是利久！哎、欸，正确答案，正确答案。聊完这就是有没有正确答案可以给？我已经抽两次哦。我记得直接第一次直接选嘛，水蓝色的衣服，头发是短发。好，这次别再雷了，我已经错过利久两次了。直接选一嘛，好，直接选一哦，好。与清纯的你，好。直接选一，不要跟他们演。利久，我来了。问，直接选前面没问题哇！然后那个观众都帮我爬好稳了，真是群变态。哪里？竟然有两个。我记得后面那个长得很厉害。直接询问前面女生 ，Go， 就是他。啊，心砰砰的跳。就是你吗，利久？是利久吗？哇，利久，赞！利久你好，一个。哎，什么？哎，太扯了吧！与清纯的你，这妹子一点都不清纯吧？直接一句话都不讲，哎，直接带走，哎。这个支线故事的内容名称都取错了，与清纯的你，云淡的你吧？我真的是问号。一句话都不讲，直接带走、欸。今天真的很快乐，利久，我也很快乐。这个支线故事的那个名称绝对是有问题，有冒饼。通通先生果然真的是很棒的人呢。
我，啊，李九原来是有点害羞，不对啊，你刚刚不害羞，现在害羞是有屁用啊！你顺序反过来了吧，李九？还有机会见面吗？下次要在一起玩哦。好，耶、yeah, ，拿到了李九的 BB call， 可以找他来玩小游戏。李九走远。好，没问题，李九，你有没有打给你的？哎，李九颜值蛮高的，这个模组是目前约出来里面颜值最高的。啊，我们成功约到了李九。哼，靠电话交友俱乐部认识异性也不错嘛。与倾城的你，支线故事，写真录影带到货。赵立久，哎呦，可以回收了、欸。好，我们先去回收，还是大家忍一下好不好？先回收哈，我们缺钱，回收钱还是比较重要的。大家忍一下哈，我知道你们现在很心动，但拜托给我点面子，等一下好不好？再回去收个钱啊！哦，是念臭哦，臭力酒哦，那不是臭吗？哎、欸，真的，哦，它是水部的哦，刚没有看清楚，所以是臭力酒。OK， 感谢，抱歉，眼睛脱窗。臭力酒，我们拿到力酒的片片，好，回来收个钱哦。大雾那边已经三轮了，没关系，大雾还顶得住。大雾还年轻，需要锻炼久一点，锻炼坚强的身体，还有屁股，屁眼特别难锻炼啊，我们让大雾锻炼久一点再去找他哦，搞不好可以成为，可以学到超越帝王神功的技巧。大雾，等一下哈、哦，希望你能锻炼久一点，再学到一些武林技术，比帝王神功还强的，有没有？可听说帝王神功可以锻炼，屁眼是没办法锻炼的。希望等等大雾可以训练出什么新的技能。亚天使的妈妈桑，ランカップだ。米瑞克直接要到底，米瑞克没有让我失望，但我又喷了一堆钱，我真的不会当米瑞克了。不要再叫我米瑞克，会死。人可死。咦，你是你的可能？哇 ，nice！ 情色王称霸，全部 S。人可死。咦，你是你的可能？哦，现在有5亿嘞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老子是有钱人了。哎、欸，大巫现在应该已经把那个金刚屁股练到了第三阶段了，再给他一点时间哈，再让大巫练久一点好不好？我觉得这个凡是你要学到一些顶级的功夫啊，你需要大量的时间去练习啊。如果我们现在马上去救大巫的话，搞不好就没办法把他的金刚不坏屁股神功练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啊！我觉得我们再给大巫一点时间，大家说好不好？搞不好他快练成功了，我们现在去找他只会破坏这个武林技术啊！不急不急不急，再给大巫一点时间哦，大家不要这么急着去找大巫，大巫快练起来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暴发户！松村，
还有哪里没有买啊？看一下哈。马林球馆感觉要去解任务才可以买下来，应该去打保龄球。然后我们要 Pachinko 跟 Tokyo 热炒，找那个 Tokyo 热炒跟 Pachinko。感觉是左边在挑，左边挑，感觉我还有一些没找到。捡钱啊，贱民，谁来帮我？哦，这里啊。右斗，这边有吗？停车场，这里感觉有吗？啊，没有，这里不能买。Tokyo 乐跟那个，还有个爬行狗。找不到乐草店，还有那个，抢劫哥，他为什么8800万啊？干！抢我的嘛！我现在教训教训他。不对，我现在有5亿。让我思考一下，我先看看我身上的装备。好，给你点面子，拜拜。给抢劫哥一点面子啊！先别找他，免得怕他8000万喷给我。而且我现在很忙，我决定先避战。白痴，身上有5000万，很危险，5亿啊，很危险啊，没事别惹他，5亿会喷掉啊，不能这5亿喷掉啊。不要为了8000万冒着可能5亿喷掉的风险好吗？懂不懂？懂不懂得风险原则啊？为了8000万喷5亿，很危险啊。先别找他。Tokyo 热炒店在抢劫哥经常睡觉那附近，抢劫哥都在公园睡觉吧？抢劫哥在哪里睡觉？有了，杠一，这不是。抢劫哥在哪里睡觉？是刚刚那个不行，那个不能用存档大法，就是你存档完他就不见了，就是你打输，是存档完就不见吗？啊，算了，没差，不差那8000万了。我真的找不到。哇，可以回收了。好难找哦，看地图。这边也有了，搞不好这边有。现在没空吃饭了。干，不要防我啦！一直防我。妈的，至少速速解决这几个小敌人了。呼！Auto by carry。这个感觉这是爬青狗吗？干，不是这间店。抢劫哥常常睡觉的地方是刚刚那里吗？好，我决定远远看招牌。Tokyo， 关于 Tokyo 还有新宇宙。干，真的是滚哦！走开！好，转圈圈。怎么了？不是转圈圈。
回旋踢也不重要了。然后断接就可以灌接，然后这游戏就很容易灌接哦。啊，大雾不在天国啊，大雾没那么没用啊。抢劫哥睡觉是这里吗？哎，抢劫哥跑嘞。弟弟买 A 叔那里。弟弟买 A 叔在哪里啊？我觉得弟弟买 A 叔是不是在这个哦，在这附近吧？